你要昂首阔步地走，这天由你来撑，地任你来踏。皇上驾到，众臣早朝。朝中堂私占民田，臣请求彻查严办。魏成魔造谣惑众，诬陷忠良，臣与魏成魔势不两立。此人在，臣告退。太后若要收拾局面，必然重用咱们所家。什么？先帝爷多年的侍卫，你们说杀就杀了，真是胆大包天。皇上尚未亲政，不必问得太多。老朕连问都问不得吗？未来娱乐台荣誉呈现康熙帝国。